洞洞上衣是有弹性的、哦、所以呢穿下去非常的亲肤柔软又有弹性，夹口的地方也端端的，不会让你卡卡小小的。它的动感其实就是非常规律的小圆洞，建议大家里面只要搭一个很基础的简单背心，大家家中应该都有。下摆呢我觉得呢它也车的非常的到位，小小的卷边，然后在领边上它是做一个比较小椭圆形的领子，我觉得非常的典雅，可以看到一些锁骨跟你们项链的一些诠释。那白色绝对是夏天里面最好看最百搭最实用的颜色。墨绿色的话像New Era就会搭配黑色的底色在里面，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比较氛围质感啊高贵感的，你们可以多买这个颜色。然后呢它一样哦，你可以围扎，然后也可以轻松的放出来，我觉得整个腰身比率跟穿下去的舒适度都是非常非常极度够的。黑色的话建议大家穿黑色的内着，整个就会像New Era现在这样非常的一致，感觉是很像一个 set。 然后黑色的话绝对是里面若隐若现最明显最性感的一个颜色，然后总共有四个颜色，黑色、米色、绿色还有纯白色，是不是一定要买？